我从东区跑到西三环，只为来到这家开了20多年的饭店。松鼠鱼这是啥造型啊？鱼肉外焦里嫩，光看这造型就知道老师的刀工不简单。来，给你尝一口，锅巴三鲜每次必点，浇上汤汁后的锅巴吃起来软乎乎的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炒面条是传统干粘炒面条，这一份足足够4-5个人吃，也是超级实惠了。不知道有人和我一样吗？超喜欢吃这家的铁板凉粉，据说这家店许多老郑州是从小吃到大，这里有你的记忆吗？这是个对小龙虾情有独钟的老板。小龙虾我可以吃一辈子。在最困难的时候，还是选择了全国询问小龙虾，费了400多万，还是选择小龙虾，然后自己又筹了10几万，然后去全国寻找小龙虾。他家的虾新鲜是肯定没得说，如果能吃到死虾，你也非常能吃一年。而且每只虾都处理得特别干净，不管是蒜蓉还是油焖，味道都很不错。光是嘬了一口虾，我都能下去俩馍，再把虾肉淋上汤汁，这谁还能把持得住？还有闻起来就很奇怪的东北烤蚕蛹，味道竟然这么惊艳，来了你敢尝尝吗？就是这个练泰拳的女老板，因为经常吃牛蛙，就自己开了家牛蛙店。给我练泰拳的，你行不行？牛蛙都是现宰现做，每只的个头都在半斤左右，这样的蛙口感才是最好的。这个蛙肉特别嫩，除了牛蛙，几个四川火锅的招牌菜也不错，味道很正宗。我点的是从四川带过来，绝对巴适。还有可以吃出来蟹肉味的日本蟹柳，口感特别好。这个黄色的冰粉，你知道是什么做的吗？郑州藏了一家很适合约会的海底餐厅，光颜值就值800万。老板还是北京某电影学院毕业。我们老板跟赵丽颖、张嘉译和陈思诚都有过合作。店里只做烤鱼，老板说吃这个最应景。这个定制烤箱全郑州只有一个，10秒就能锁住鱼肉鲜味，嫩到连鱼自己都喜欢吃。铁板鸡翅和柠檬凤爪，女孩子肯定喜欢这口味。店里还有免费的小布丁可以吃，这里每个座位都布置得很浪漫。如果刚好有对象，可以挨个带来体验。这家店馆有三大特色：第一，房租贵。7天的时间我就瘦了8斤，因为房租贵，不想耽误。第二，老板娘很害羞。第三，这是一家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，把城镇肉丁的酱料倒入碗中，搅拌搅拌搅拌，搅好了，面条色泽诱人，吃起来也是劲道弹牙，搭配着鲜美的肉丁，俩字儿得劲儿。再来一份叉烧排骨，与别家不同的是，我也没看出来哪儿不一样，但吃着就是好吃。另外，他家的凉菜也不错，你要说不好吃，我帮你吃了。郑州最舍得放肉的火锅店，人均30多，锅底的肉拱都拱不动，这还是锅底吗？在我们洛阳都是这么实诚，一锅就够3-4个人吃。锅底里面有肚丝、牛肚和牛腩，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一筷子下去全是肉，而且锅底的配菜也不含糊。他家火锅是我最爱的川香麻辣味，好吃却不上火，特别过瘾。子母锅中间的猪蹄芸豆汤，吃一口胶原蛋白，喝一口就会变成猪。就连送的涮菜下里边都能轻易变得好吃。碰到这么实诚的火锅店，你不来给他上一课吗？这儿有个不怕死的商家，啤酒不要钱，无限喝。这老板不怕赔钱吗？喝，全线喝，我不怕。那我要好好照顾你生意。虽然是啤酒免费，但人均消费可并不高。小龙虾一小份就10几20只虾，虾尾麻辣回甜，一个中份就够3-4个人吃。我家的虾尾包括龙虾，就有葱姜蒜为辅，没有负担。烤茄子和其他烧烤也很不错，烤面包片我最喜欢，一口下去是酥甜掉渣。不过这啤酒怕是没有大胃王敢挑战吧。这家店的老板从警校毕业后，用做生意挣来的300万，开了这家夕阳红最爱的粥屋。在这千米转道，靠跟周边的大爷大妈成了朋友。来他这儿吃饭，点一碗粥，一份炒菜，10来块就能吃饱。店里最招牌的八宝粥要熬3个半小时，掌壶都已经熬了，还能吃到别家粥屋没有的捞柴鱼和花甲鸡，好吃到可以单拎出来再开家店。店里整体不贵，适合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吃。店就开在英协路，路过可以看看哦。在郑州凌晨2点还爆满的烧烤店，你见过吗？这里天黑才开门，天亮就关门，是附近蹦迪人和酒鬼们转二场的必去餐厅。在这里，人均50就可以吃得很快了，猪牛羊小串都是1块多，一锅让体力值回满的生蚝也只要35。在这里最受欢迎的烤腰片，很多人都是在蹦迪前后吃。店里的烤鸡翅、烤排骨都做成了特别招女生喜欢的甜口，所以到了后半夜，这里的美女依然很多。如果只是简单过来喝第二场，一定要点个鸡蛋火腿炒面，这样才算完。郑州最有意思的自助炸串店，自己选，自己炸，自己吃。这家炸串店的师傅好像不会炸串，无论是肉串、素串还是海鲜，一共50多种菜品任选，想吃什么拿什么，油都是一次性的，用完就扔。对不起，五花肉、牛肉、鱿鱼、蒜香排骨，再普通的食材，经过自己的手炸出来也是人间美味。自己炸的串，没有人会说不好吃。就连炸牛蛙和炸虾都能轻易变成美食。青菜蒜酱越吃越胖，还有甜品炸香蕉和酸奶冰粉也很解腻。有空带上那个负责炸或者负责吃的人过来坐坐呀。我们点的这一桌只花了160，还包括锅底、4个肉菜、9个素菜，这真是我在郑州吃过最划算的一顿饭了。1米牛羊肉加肥牛、无鸡卷、牛肉丸、9个素菜、5份冰粉，竟然才160，算下来一份菜还不到10块。这里单点价格更是离谱，6毛的冰粉、7.8块的鸭血、9.9块的1米鸭肠，这个大小男孩都会喜欢的肥牛也才19，每份肉的分量也很实在，而且20多块钱的锅底还有免费的酸梅汤和老冰棍，勤俭持家的人看完已经收藏了。郑州这个学渣开的烧烤店，因为数学不好，牛肉只卖1块1块。每个月卖10万都是定边价格，我怕算了满满。笑。店里做的是很懂男人的下酒菜，捞汁三杯肉，烤牛油，去刺烤黄鳝。经常喝酒的都知道这菜有多硬。想要大口吃肉，这里还有牦牛肉串，尝一下上午还在青海湖喝水的小牦牛。带女生来吃夜宵，可以点份口蘑蛋挞和芝士榴莲。这个加方便面的麻辣涮肚，适合越到晚上胃口越好的人。店里营业到晚上2点，深夜再来杯冰镇米酒，暖胃又暖心。
京广路上有一家以实惠好喝闻名的羊杂汤，一年四季都要排队，一碗二十来汤，里面的肉用手搅都搅不动。在别家是一口汤一口饼，在他家活生生成了一口肉一口饼。醇厚的羊汤加上香而不辣的陈桥油，喝住也是得劲的很。汤都喝完了，肉还有这么多，那就一定要来个回味了。谈到自己家的羊杂汤，老板满满的自豪感。二十三年了，这汤家里人的汤都不行，还别说大锅子专门煮肉那汤都不行，放那里一千八百碗里面是一锅汤。我的妈呀，一天卖一千碗，不行，我也去卖羊肉汤得了。我天天喝，能喝十瓶我都不喝九瓶。这家店老板是一位豪爽的东北大哥，因为爱喝酒，干脆店里就直接啤酒免费，全场啤酒由老板买单，而且菜的分量也没有因此打折扣。咱家的虾尾下边不垫任何东西的，只有这个调料葱姜蒜，不参加任何辅料。虾尾香辣肥甜，串成串这样吃才最过瘾。生蚝扇贝个个鲜甜肥美，店里的各种烧烤也都是应有尽有。烤牛肉串外表黑不溜秋的，但是吃起来却是越嚼越香。不过最后还是有点疑惑，家的东西哪？吉林，东北哪？东北黑龙江。大哥，你家到底是哪儿的？一天卖出上百斤生蚝，天还没黑就排队爆满的烧烤店，你见过吗？来兄弟，咱家生蚝两块半一个，管够啊。郑州这个美女开的烧烤店是附近老爷们的快乐打卡地，在他们家30块能买到12个生蚝或者15个扇贝，这种可以放肆吃生蚝的快乐，连没钱的小学生都能轻易拥有。店里还有蛏子、台北鸭，各种甜辣口，一下就能平价小火锅。遗憾呢，可以试试鳄鱼肚，人生第一次吃鳄鱼肚，和吃完不敢上厕所的魔鬼辣牛肉，再配上小麦快乐水，唐家的脚趾头就开始变。S A B C 级男朋友至 C 级男朋友，肉烤熟了，喏 ，B 级男朋友。给你剪好了，自己蘸点料吃吧。 A 级男朋友，宝贝，肉我给你蘸过料，用生菜包好了啊。 S 级男朋友，50已到，恭候皇后娘娘进殿用膳，请问还有何吩咐？这绝对是我吃过郑州最辣的火锅，我再看一遍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店里主打的舌尖我给90分，舌尖切得很薄，下锅烫30秒，脆度刚刚好。不知道有人和我一样吗？喜羊羊和牛魔王是绝对不能放过的，蘸着油碟我能吃半头牛。腰花是必点的，倒入锅中煮开花，蘸上香油和香菜，吃住又脆又嫩，美得很。火锅牛排充分吸收了锅底的精华，超级软烂，好吃的能让我舔筷子了。吃了这么多肉，换完口味，干贡菜吃起来嘎嘣脆，但是味道一般般，红糖糍粑香甜软糯，爱吃甜食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。最后来一碗冰粉解解辣，得劲得很。吃顿198的日料自助，庆祝一下发工资。今儿个我是打算好了，福强进，福强出，必须吃回本。来日料店肯定少不了刺身，三文鱼口感肥厚软绵，甜虾好大一只，里面还有满满的虾子。寿司拼盘种类很多，但最好先不要吃，因为寿司是最便宜的。焗生蚝、焗扇贝全部不限量，号称男人加油站的生蚝，我先干为敬。生牛肉刺身、铁板菲力、蒜香牛舌、松茸汤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蒜香牛舌汁水满满，入口柔滑又不是韧劲儿。蟹腿天妇罗外酥里嫩，咬上一口就能看到一绺一绺的蟹肉。最后一份寿喜锅结束战斗，你们觉得我吃回本了吗？鸭血、生菜、绿豆面、说油酸菜都不要钱，都不要钱。今天带你们吃个特实惠的火锅鸡，一个小锅100块钱就够我们三个人吃，锅底没有配菜，就是鸡腿和鸡翅，特别便宜，吃着没什么负担，可以使劲造。20种不要钱的涮菜也很良心，连鸭血都是用的华英的，还有免费的蘸料，味道也是很神奇，带点回甜。这个不怕死的小店，我告诉你了，你可千万别爱他大胃王呀。郑州新开了家12年的老字号甲鱼店，这里只做一道菜，却让无数男人打冬天也来排队。做的都是合同的生意嘛，有些人一个星期来个3-4回。店里甲鱼都是现挑现做，有三个价位，最便宜的26一斤。一般两个人过来的话，点个2斤的就可以了。我们要的这一锅里边有甲鱼、牛鞭、走地鸡、王八蛋、公鸡蛋，光是这些还不够，还往上面放了这个枸杞。我最喜欢里边短短的甲鱼和炖到入味的走地鸡，而且把肉吃完后，还可以来个吸满汤汁的煲仔饭，简直香到灵魂。下次吃甲鱼，想好带谁过去了吗？他估计是郑州最爱喝的老板了，人送外号大石桥酒神，为了能喝得尽兴，还让店里啤酒全免费。本身我就好喝，少倒点就少倒点吧。店里酒风极其淳朴，全用瓢喝，据说一瓢能装4瓶半。酒鬼老板做的下酒菜也一个比一个硬核，这一份大石桥里边有7-8种海鲜，10来种配料，绝对够富裕的人吃。这里还有高压锅生蚝和没有配菜的虾尾，再配上龙虾、烧烤、小啤酒，今年可以提前实现痛风自由。最后问一下，这一瓢4瓶半，你能来几瓢？109一个人吃到凌晨也不关门。今天带你吃碗星级酒店里的茶餐厅，吃自助当然要挑贵的来。煎炒牛柳、蜜汁叉烧、酸汤肥牛和果麦黑金包，分分钟吃回本。广东大厨做了酱蒸凤爪和鲜虾红米肠，味道确实很棒。用泰国金针榴莲做出来的榴莲酥，放了3颗大虾仁的虾饺皇，看起来就很贵的蟹子鲜虾烧麦，这些吃完感觉商家已经赔了不少钱。还有很多披萨和甜点做的一点不比专业的差。再来个生菜鱼片粥，吃完后我是赚了，数老板赔了多少钱。来自中国台湾的老板开的一个平价铁板烧，人均50左右，牛排都是原切的。这边一般的铁板烧价位都很高，那我们会希望把它做的接地气一点。汁蛋一份只要12块钱，黑椒肥牛也很不错，听说配米饭特别棒。这个就是电视剧里的熬阿煎，直接把一块包起来吃，大口吃才过瘾。相比别家动辄上百的价格，这家真的不贵。老板也特别热情，很喜欢交朋友。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。在郑州这个城市里，不喝酒就没有朋友。好了，对，走好嘞，昨天喝到5点，有空过来就算不吃饭，交个朋友。也挺好啊。
今天带大家来一个号称是郑州的酒鬼乐园，全场啤酒由老板买单。这家店的老板因为喜欢喝酒，并且喝不多睡不着觉，就干脆啤酒免费。他家这个烤大鸡腿和大鸡翅都是嗷嗷带劲，就这一口最少得就一瓶啤酒。老板做的菜也都是下酒硬菜，家这个虾尾还是每次来都要点，特别实惠，个头都快赶上小龙虾了。人要是来的多点，就点个大铁锹，这一铲子下去啥都有了。巴奴最近花大价钱开了家创意的，刷爆了我的朋友圈。那么在这儿吃饭到底有啥不一样呢？菌汤和毛肚还是每次来他家必点的，曾经连食人菜篮都安利过，还有做法很有仪式感的鸭血和很多有创意的菜。菌汤里边下乌鸡卷，你知道什么味道吗？现在的火锅有这么多家，有些菜还是只在这儿才能吃到，如果带一个人来这儿吃顿饭，他一定觉得你有眼光。就是这个四川小伙子来郑州后喝不惯胡辣汤，就自己开了家川味火锅店。胡辣汤这么辣，为了自己吃得开心，他家锅底都要用三斤牛油，连牛肉都是现切的。这么一大份才32，来这儿吃饭一定得点个现捞，一份才20多块，再来个牦牛牛肚涮火锅，简直巴适。店里还有个许昌小年轻做的正宗印度飞饼，有玛莎拉美，有芝麻，干净卫生，兄弟们。今天我们去吃一个特别奇葩的烤肉店，店里的每个菜品都是无敌放大版，比手机厚3倍的五花肉，脸盆一样大的冷面，还有 plus 版的绵绵丁，招牌的厚切大五花，一份有半斤重。如果说技术好的话，可以烤到外面还是焦焦的，里边还很嫩。东北烤肉真的很适合干饭，牛肋条都是用饭缸盛的，烤扇贝竟然还带了碗米饭。这里还有烤肉店很少见的芝士口菇和烤猪肉油，而且店里0.02亿的装修，可以拍出年少多金的感觉。游客可以带着对象挨个过来洗。一个只有10来平米的烧烤小店，凭什么一天能卖出上千串肉？还让外卖小哥由外生恨，有别的家做，有人做的慢，小朋友都成了铁粉。老板做的是郑州很少见的肉筋卷饼，要把有肥有瘦还带点筋头的牛肉烤到滋滋冒油，再卷进手工烙馍里，这样出来的卷饼谁吃谁不迷惑。这里还有牛腰子卷饼，作为一个河南人，对这种烙馍卷什么的东西完全抗拒不了。再配上现熬的生蚝粥，吃完去工地搬砖手都不抖了。你吃过九茂全的羊肉串吗？这是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，因为位置不好找，老板就做了这个交朋友的羊肉串。会配强吗？不会。羊肉串两瘦一肥，虽然这个串不是特别大，但是我觉得九茂全肯定很值。他家老顾客来吃的时候都会点上份神奇鸡爪和炒馍，比得劲还得劲。老板做的虾尾也是一绝，据说配方有人给了500万都不卖，等店里没人了还会有只小猫跑进来，又胖又粘人。1块钱的烤榴莲和脆的牛板筋，你吃过吗？这是个很神奇的小馆子，霸占了3年美食排行榜第一名，光糖炒花一天就能卖近1000份。他家的牛板筋做出来不难嚼，不塞牙，竟然是脆的。这个1块钱的烤榴莲不是你想象的味道，但还是不能想象，挺香的。和朋友来必点的炸弹锅，里面的肉挺足的，还会送个巨无霸涮菜拼盘，够我们4-5个人吃。马上又要过冬了，你的肉够保暖吗？关注小北，我请你贴秋膘啊。这是个由聋哑人士组成的素食餐厅，这里可能会很安静，但却可以感受到最真诚最热情的服务。大家在老板安姐的帮助下学会做菜，并且各司其职，默默努力传承的服务，也没有一丝不耐烦。他家做的都是素食，很健康。来吃过的小北推荐你们尝尝腊肠披萨、日式烤田鼠和炸猪排，吃了真的挺像肉的，还有一些很可爱的甜品，看着就很治愈。店里会把一半的收益捐出去，帮助更多的人，真的是一群很厉害的人在做很厉害的事。抖音里的烤骨髓，郑州终于也有了，一根牛骨头足有胳膊这么长，在炭火里烤的时候还要浇上一些酱汁，骨髓咬上一勺，滑嫩到爽爽的，吃起来醇香厚重，一口入魂。羊蝎子也是他家的招牌菜，不知道有人和我一样吗？最喜欢这种骨头边肉，肉块炖得软烂十足，用手轻轻一拆就能骨肉分离。最后偷偷告诉你，他家自然菠菜能吃出来羊肉串味哦。